在我们酒店楼下有一个夜市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们来逛一逛斗湖的夜市啊，斗湖好像比仙本那真的要热闹很多啊。我们来过来感觉就是一个挺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啊，应有尽有。看你今天要买点什么，我们仙本那的夜市也逛过，看我们对比一下啊。现在在斋月，大家好像有也不能吃东西的是吧，买了也不能喝，要带回去。饮料是不用说了，饮料不用说了。有没有点不一样的是吧，我们就来点不一样的。 Hello， 嗨，大瓶的是七块啊，小瓶的是三块是吧，一瓶的是吧。嗨嗨，你拿一瓶小瓶的，我觉得这好放的。豆浆啊，soya soya。不对，啊，苏苏，听不懂。这里面是有枣子的啊，这个拿这个吧，这个就是刚才这个。推荐的这个吧。这个是甘蔗水，是吧？拿瓶这个吧，这么大的一瓶，1.5升的，7块钱。OK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这个有枣子的，让我喝喝看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这个饮料好像在这边挺多的，绿色的。Hello，Hello。哦呦，真是太热情了！这老板这炒的一大锅，真的，这炒河粉炒的厉害厉害！哇！啊，好的，很厉害的，刚开始炒呢这一锅。伤害哟！啊，伤害哟！哎呦！哎！看看，好热闹啊！街头艺人，街头艺人 ，Hello。很开心的，哇，这是薯条呢，薯角呢，啊，是的，这好像挺好吃的，米丁也挺爱吃的，你要拿一份这个薯角啊，好像这一份是5块钱，这一份的，啊，啊耶，这一份是5块钱，炸薯角，这个是炸什么？香蕉。banana。Yeah, banana。这三份五块的，我觉得你拿啊，拿了三份这样的小水果，它可以混的掺掺的。这个西瓜好像西瓜不新鲜，感觉好像不是很新鲜嘛。你要不就拿一份这个？啊，2块钱拿份这个是吧 ？OK OK， 拿份这个哪个这个 ？OK， 我们就拿一份这个，拿一份就可以了。嗨，我们本来想买点西瓜的，感觉西瓜不是很新鲜。啊，对的，莲雾 ，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拜拜。哇，这烟烤鸡翅就把我熏到了，烤鸡翅挺好吃的。这个是烤鸡屁股，也不一定，我告诉你。肯定是。是的。肯定是。烤鸡翅，我觉得他们的烤鸡翅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，真的是。这里不知道多少钱一个。2.5块呢。什么就啊，鸡屁股是吧？这2.5块，我们在仙门那买了2.2块是吧？对对 对， 对，感觉赚了3毛钱。哎呦，真的是挺有意思的。这逛逛也停业很久很久的。这业绩很大。啊，是的，比我们上次逛的大。这烤鸡翅好香。炸虾饼可以的。那这里有炸虾饼的呢。刚刚那家炸的好好吃的。是 ，Hello， how much this one？How much? ¥5. Okay, take one. Yeah, take one. 炸虾饼，这是刚刚炸起来的虾饼，我尝一下啊，5块钱一份。因为它是一条街是两边，我们只看了一边。对，这条街那边还有一条街，得两条街的呀。1、2、3档，三条。4档，它对面还就是。哦，4档就是两条整的街呀，来回的呀。所以很大的啊，是的，我们只有一半还没到呢，1/4。来，不着急，慢慢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感觉这边做这个饼的特别多。这个饼的是吧？对。啊，对的，馅饼里面各式各样的馅料的，也这家做的，我觉得还挺完整的，挺规整的，一个个做的啊。它是像印度飞饼一样，飞
出来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不是飞拉出来的，它是这样扯出来的，不是飞出来的。啊，看看他们跟那个，然后哎也是的，也是飞一下的啊，对，飞一下的，被你一说飞破了。哎呦，挺好的。那我觉得他这个是好像蔬菜饼这一家啊，各都有的，他这里都有的。哦，就是牛肉的啊，对的对的，牛肉的、鸡肉的，什么都有的，只要你什么馅料都有。这个是1块钱3片的，你可以来一下，来一个，来一块试一下，尝尝。OK。Try it, try it. 哎呦，来看看到底什么味道？这样的。有点像雪花，但又不是雪花。啊，是的。试一下吧。啊，有也有点像那个的，叫什么 ？OK, thank you. 有点像。萨琪玛的那种感觉，我感觉。雪花酥呀！哇，在煮的咖喱，哇，咖喱啊，哇，挺香的。OK。哦，这里也有给我们介绍。哦，这是哦，黄咖喱。哦、OK，Thank、okay, you，Thank you。这个很好的，下饭的，烤鸡的是吧？这个烤鸡我觉得没有有点焦的太厉害了是吧？我现在吃到沙巴的，就是那个嘎亚街那家，亚比的那家，嘎亚街那家最好吃。这我念念不忘。这个烤鸡烤的火候有点过了感觉。Hello Hello， 哎呀，这里都很热情的我发现啊，我发现这里特别是女生啊、哦，真的很热情的，是吧？这里还有，我发现这个街头艺人很多的，已经遇到了好多啊，四五个街头艺人了。这个是，哎呦，真的每走过一道，都是很热情很热情的，哎呦，哇。对，我们这现在换了一条街了。对的，你两边都得看啊，两边都得看。只怪我们自己来的待的时间太短，斗湖一次又吃不了那么多。下午我跟老大出去逛了一圈，还有好多吃的。真的是。我们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。这个开斋斋月的这个气氛挺舒服，走在这个市场里面，就是都是烟，都是烧烤的味道。这样烤鸡烤的好一点。哎，这家好一点，刚才那家不转了，这家还在一直在转的。哇！这家的鸡好大呀！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他们这鸡不知道多少钱一只，要问一下吧。Hello， Hello， How much one bird？ How35 OK 25块钱一只，他们鸡挺大的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要那个就买一只回去看，那么大一盘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在切的，哇哦，吃鸡大不一定好，它切出来是生的啊。这我的烤鸡没烤熟是吧？哎，真的是啊，没烤熟是吧？鸡太大不好烤。哦、oh, ，Hello， 谢谢，哎呀，谢谢，哇，这是炒面炒米粉，没吃晚饭可以过来，真的是，哎呦，这里你看这个还有卤的很好吃的，对的，卤的还很好吃的，你要试一下，我还没吃过马来人卤的东西呢。好的好的，三片，好的，谢谢，拿了三片，哎，会说中文的好厉害呀，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。要没有吃饭，辣椒好的，没有吃饭，它有面，有米粉，然后有黑色的福建面这种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，啊，挺不错的，还有炸鸡，你看，还有油条，还有油条的，哎，真的，油条和那个的饼的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他们的油条很大的，他们的油条很大的，很粗的，2块5块，但他们的油条是那种。很扎实的，他们的油条很扎实的，拿起来就我看他们拿起来就是沉甸甸的那种感觉。
今天我们就随便买一点，因为我们待会晚上还要出去吃，准备出去吃，所以就不用买很多，晚饭有安排了。其实我觉得斗湖啊，我觉得斗湖真的比仙本那有很多逛的地方多很多。仙本那是一个小小村的感觉，啊，是个小村的感觉，这边就是一个有城市的感觉，就你人文啊，然后这种各方面的会好很多，可以多玩两天，仙本那就玩了三天、四天就足够了，真的是。我们明天去了解一下斗湖的海鲜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啊，对的，我们也了解斗湖的海鲜。